So keep your head up, princess, for your crown falls. Know these voices in your head will be your downfall. I know it.种的长寿花，三年了，就刚买的时候开过花，每年都在疯狂的徒长中。种花大神们，请给支个招。这个不知道是什么，只知道它的叶片会变红，去年就只红了两片，今年也是疯狂的在徒长。为了不让它挡住十一月就要开花的蟹爪兰，我修剪了一下它。这里还有白色的点点伤口，蟹爪兰应该可以愉快的生长了。期待它下个月开花吧。丝芙兰每年两季的打折季就快来了，所以我来分享一下我自己用过的比较好的会无限回购的面霜，以及我这次想囤的一些护肤品。因为我基本上很少化妆，护肤一类呢其实就是生活中必不可少的。我的肤质呢刚才也讲过了，属于混合型偏干的皮肤，有痘印有小晒斑，如果你也是呢可以参考一下。这些都是我用后的一些直观的感受和我自己做的一些成分的研究。这个呢是 SK2 的 RNA 大红瓶，它适合干性混合性的皮肤，不适合油痘肌、敏感肌、孕妇、哺乳期都不建议使用。功效呢是渗透滋润型，它使用了热制成的乳化体系，更有利于功效成分的渗透。它还有初级抗衰老的效果。为了有立竿见影的效果呢，它加入了有机硅弹性体，所以涂抹之后呢，你可以看到平滑紧致的效果。作为一个成分党呢，涂抹大红瓶会有皮肤提亮的效果，那是因为添加了二氧化钛的粉末产生的光折射的作用。整体来说呢，适合年轻肌肤抗初老。 Sephora 是308刀，打完折是246，大家可以做一个价格对比。总体来说，大红瓶是没有酒精、有香精、有防腐剂的面霜。我的选择就是，如果我去日本玩，我绝对会囤它，就跟他们家的神仙水一样，直接囤没毛病。但是孕妇是绝对不能够使用的。其次就是这个娜美尔的面霜了，不用多介绍，我是无限回购，用完就买那种。我用的是清爽这款，我不太喜欢需要乳化那款，因为我比较懒。网上吹得很神，褒贬不一，什么贵妇面霜啊，其实我觉得还好，贵妇面霜都上万，好吧，括弧人民币，其实就是看自己的需要啦。这款面霜真的是烂脸救星，比如你爆痘啊、熬夜呀、本身有痘印啊，它的修复功能真的非常厉害，主打就是修复维稳，维稳真的是王道，强到一点，没有抗衰作用。就是修复和维稳，如果你脸上有瑕疵的真的可以试一试，脸上没有瑕疵就不用考虑这个了。另外就是它的味道，我觉得特别像小时候宝宝霜的味道，闻着特别的安心。 Sephora 价格是460，打完折是368，这次的购物车呢我会囤一瓶。然后呢就是这个 Young to the People 的 Superfood Air， 这个价格呢真的非常的美丽，63刀，八折也就50左右吧，可以说是平价版的 NaMail 了，滋润效果确实不输 NaMail，成分也非常的安全。我上次有介绍他们家的洁面都是有机纯天然的，孕妇和哺乳期的妈妈都能使用，
崇尚有机自然的同学们可以试一试，混油皮干皮都能用，滋润力度相当的强，回购指数呢5颗星，修复抗衰的功能是没有的，但是非常适合皮肤稳定的时候换季的时候用。我已经空瓶了，因为它很温和，又能够给你补充水分，没有任何香精的味道，很清晰，果断囤，这次也会加入购物车。最后这个面霜呢是雅诗兰黛的这一款，中文叫什么多效自研面霜吧，这个是我被种草之后买的，我一看见 anti-aging 我就无法自拔，因为年纪大了嘛。用后的感受呢就是直好用没踩坑，它的味道真的非常好闻，没有香精的味道，虽然也是面霜质地，但是非常好推开好吸收，用完之后你的皮肤感觉软软嫩嫩的，不油腻，不踩雷的神仙产品，110刀打完折88，也价格也非常的美丽啦。面霜基本上就是这些了，其实我还想试一试奥伦纳素的豆腐晚霜跟面膜，也是被种草的，有用过的小伙伴可以留言给我，我不是专业的美妆护肤博主，这几天还在陆续的列清单，也希望你们来给我种草，谢谢啦。你好，你说很高兴我能够遇见你，想要躲在你的旁边。